我们一起起立。主啊，求你，求你赐给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心。求主给我一个心，为你而活，抛开世上所有，神的慈爱都是共存的，他要怜悯我们，他使我们能够把自己的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来为主所用。求主给我们一个纯洁爱他的心，爱人的心，为主而活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被世上、被过去任何的事情来捆绑着我们。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新造的人，不要为这些而思索，继续的靠着主给我们的力量来走余下的路。主啊，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无论在何时何方，愿主来保守。我们再唱，求主给我一颗心为你而活，抛开世上所
我在十岁十几岁的时候看到那些六七十岁好像好老，那时候从来没想到我自己好像我不会到这个年龄吧。是不是、啊、各位我们老大姐老大哥是吧，跟我好像应该我不会到这个年龄，我不会这样子。想想自己现在已经快七十岁，神的恩典够我们用，也让我们为主服务。我从来现在快七十啦，我在五六十年前，我们这些大哥大姐一下，我是说我那个时候我在十岁左右读小学，我就知道了什么纽约美国，我知道啊，自由女神像帝国大厦我知道，跟我没关系，我跟我这有什么关系，这纽约什么纽约美国在哪里，好远啊，跟我一点关系。神的恩典，我谁想到我现在会在纽约吃牛排，是不是？是真的，五六十年前我真的没想到，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，让求神也给我们一颗喜乐的心，健康的身体，让为多做主自己的工。感谢恩主。我们下面要是，我们今天我们现在先收，要做收奉献，我们要请施献的姐妹啊，奉献是我们该做的，我们只有基督徒在我们自己的本分里面将当当的摆在主面前。如果第一次来不了解，还是还没有信主的，请你不用经过你的手，不用做，让它过去，谢谢。
感谢主。今天很高兴我见到好几位我们有新朋友来，我们先报告家里的事情。今天请第一次来的请站起来好不好？第二，还有一位关先生是吧？